国民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谢国梁举办造势晚会，新北市长侯友宜前来相挺，大力推荐谢国梁。咱国梁一定要当选，上大的理由，我也知最近选举真辛苦啦，伊常常去往讲一挂伊感觉不可思议的代志。我感觉选举是安尼，选举上重要的，咱要用正向积极的面对。国梁做几啊届立委，咱在地家人人大家都捌哩，好人歹人恁大家拢有数。今仔日国梁也毋是只只歹人，我看今仔日所有的家人的乡亲坐伫遮看无到尾，上无几啊万个大家讲只听伊，伊是毋是有良心的人？大家点着？对。Yeah. 这伊是毋是有良心？有、yeah.。我叫做侯友宜，伊叫做谢国梁。两个到底叫做有良心，对不对？ Yeah! 有良心，有良心，对不对？ Yeah! 好好做事，对不对？ Yeah! 包括前总统马英九、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都站台力挺。主办单位宣布，现场超过2万名支持者。关键的时候到了，大家看到我们现场大团结，谢国梁领航我们的市议员以及我们所有的立长都在台上，而我们现场因为大家的热情，我们现场现在已经有2万人了。拿出你的旗帜，拿出你的旗帜，用你最大的热情给我们台上最大的欢呼。而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现身力挺，让现场支持者嗨到最高点。谢谢！哇，基隆人都不睡觉吗？哇，人山人海啊！哇，基隆人都跑出来了，看不到尽头啊！哎呦，谢谢国梁，看到自己宝贝女儿，深感到他责任的重大，他要把对家庭、对女儿的小爱升华、提高对基隆市整个的热爱跟投入，所以他这次竞选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打造基隆是全台湾、全亚洲最温暖最有爱的城市，大家帮他鼓掌一下吧。听完韩国瑜一番话，谢国梁一度眼眶泛红，频频拭泪。我怎么老是让候选人眼泪掉下来？啊，林贵人掉完眼泪，现在谢国梁掉眼泪了，来来来来，好，国梁加油，加油，国梁加油，加油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哎呦，上次去新竹林根人哭了，我回去自己洗手帕。啊，这次国梁站完以后，我还要回家自己洗手帕。各位亲爱的基隆乡亲，人的善良可以从互动之中、眼神之中、表达之中、论述之中，可以强烈的感受得到。所以我时常说，人有三种来往的方式：第一个口对口 ，mouth to mouth。第二个口对心 ，mouth to heart； 第三个最宝贵的，心对心 ，heart to heart。国梁今天对基隆所有市民朋友的承诺，是发自他的心，对你们的心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在这几年间，我造访了很多基隆身心障碍的团体，我看到他们很多的办公室残破不堪。我看到很多这些病友跟家属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怀，我自己真的觉得如果有机会，我应该要也一定要帮助更多更需要帮助的朋友们，可是我一个人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些事情，即便我成立了一个公益平台，可是真正基隆需要帮助的弱势朋友还是太多太多了，所以我恳请大家
在座这些有爱心、有关怀心的各位乡亲好朋友们，跟我们所有的议员里长，我们变成一个爱的团队，让我们一起来有机会来共同的入主市府，用我们基隆市更多的力量来关心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们、孩子们跟这些家长们，大家说好不好？选战进入倒数，国民党举办了万人造势大会，邀请了韩国瑜、侯友宜等大咖来站台，要帮谢国梁打一场漂亮选战。记者黄绍明，基隆报道。韩国瑜市长。